係啊，冇錯，今次係我第一次參與電影啦，咁好開心可以參與 PTGF 呢套電影嘅。關於呢、這個，因為男網友喺我度留言而導致佢哋有分手危機咧，咁呢一個我都覺得幾有趣嘅，因為我係好遲先知道呢個消息嘅，係新聞出曬我先至留意到，哦，原來有一條咁樣嘅留言，咁我覺得都挺有趣的，也引起了大家的討論，大家就會在這裡討論究竟男朋友和女朋友之間的相處之道是怎樣，究竟女朋友應不應該讓男朋友去看其他的 QL 或者看一些明星看靚女，其實我都覺得挺有趣的，那都 so far 都 挺好的，想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咯。享唔享受拍電影？其實我自己是非常非常之享受的，我很喜歡拍電影啦，很喜歡演戲啦。今次參與這個電影呢，其實都有些很難忘的事情的，例如我第一次拍電影，跟住之後中間有一場喊戲呢，其實是我自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的，因為第一次接觸電影可能就要有一個那麼高難度，或者有一個情緒那麼大起伏的一個橋段給我參與到，其實我自己是覺得一來是對我的一個挑戰，關於拍喊戲這件事，其實我自己都轉延了很久，因為一來我又本身其實都不是真係拍開戲啦，唔係演員啦，我亦都唔係讀呢方面讀演藝嘅嘢啦，咁所以我自己鑽研咗好耐，呢一場喊戲嘅，為求就係達到最好嘅效果。咁其實嗰場喊戲前一晚咧，我係將自己已經係浸淫喺一個好崩潰嘅邊緣，因為嗰場喊戲主要係講我係好委屈嘅，即係唔係純喊，係好多心入邊嘅感情戲嘅。咁其實前一晚我就特登，我成晚都唔瞓覺，我就係將自己喺嗰個情緒入面，就係、是我嗰個情況就係我好慘，我已經係一個好，即係個橋段入面，我唔睇劇透太多啦。總之就係橋段入面就係我係一個好慘嘅情況，而令到我崩潰大喊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可能借助少少呢啲外力啦，會令到我更加容易投入呢場戲咯。除了拍電影之外，其實我現在主要都是很想嘗試一些演戲方面的東西，可能電影、電視劇或者甚至舞台劇我都會有興趣想參與。暫時來下半年的 schedule 主要都是focus 回宣傳在 PTGF 這個電影上面，希望接下來都可以參與多些作品，有機會跟大家見多些面啦。簡約生活，自活不凡，崇尚為簡。我是秦楚瑩，南美。